先王起义，兵诸宝，于今31载，所征必克，艰难开国。孤今日成绩，岂是孤之功哉？乃是贤士大夫之力也。天下尚未息定，孤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。 司马懿为御史中丞。谢大王。司马福为中书郎。谢大王。望众位与孤同心同德，统一天下。谢大王。启禀大王，丁仪自缚于殿外求见。带上来。是。 自知之明，我丁仪自知难逃一死，何必向你俯首乞怜？先王停尸之际，你兄弟数甲相攻，何用我离间？曹丕，你不奉皇命，不迎父丧，得位不正，不忠不孝，只为逆贼。 你自知将死，便想逞口舌之快，高谈阔论，沽名钓誉，只不过是想留个直臣的名声罢了。孤不会上你的当，史书更不会。孤今日若是饶了你，怎么对得起荀彧、崔琰在天之灵？想死是吧？孤成全你。丁仪其族南丁，尽数斩首。 女子，发官卖为奴。带下去。是。禽兽不如！禀大王。 曹彰、曹植两位君侯在护送下离城，前往封地。本朝法度，兄弟为平藩，外遇其物，开国成家。二位公子，就该去就范。命冠军。 为鄄城侯曹植监国业者，命法剑为鄢陵侯曹彰监国业者，陪二位君侯一同前往。臣遵命。二位公子是孤的弟弟，藩国之事，随时上报，以慰孤与母后思念之情。是，大王，国家当用人之时。 鄄城侯应该留下，何况太后年事已高。仲德公，孤看。
年年事已高了。姑的家事，中德公就不要再劳心了。退朝。退朝。那里就是父亲的首领，父亲临终前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先王曾说，若是子桓子建公子想他了，便可到这铜雀台上望向他的陵墓，正旦十五载歌载舞，与先王同乐。父亲一世睥睨天下，不信天命，我曾以为这乱世会在父亲的手中终结，我曾以为我会在太子的位子上有所建树，让父亲看到他没有选错人，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大王，先王在立大王为太子之时就明白，他没有选错人。你不明白，你如何明白？修义美义，惠泽远扬，一族我皇家系，凝碧四方。同天地之归量兮，其日月之辉光。永贵尊而无极兮，等年寿于东王。大王，为何吟诵子建公子的铜雀台赋啊？建安十七年，我与子建一起陪同父亲登上这高台，每人作赋一篇，还是子建写的好。大王，先王生前偏爱子建公子，大王不必耿耿于怀，大王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回吧，我累了。现在是多事之秋，在这时候你还有心情顾暇此事？还是当免则免吧。哼，天下皆认为姑是这样的人。阿翁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老奴多虑了。民女拜见魏王殿下。平身。谢魏王。摘下你的帷帽。是。Thank you.
百凌云。果然是国色天香。谢大王。淮南郡为父王甄选的美女，只可惜你来的时候父王已经驾崩了。郡守的奏表当中说你喜好读书，聪慧颖悟，可是真的？假的。假的？民女要是足够聪明，就不会被选送到此处。果然是个妙人。好，姑给你两个选择。你本是附近的人，要不要留在这铜雀台之上，跟那些作旅的女人在一起，也可以跟姑回到后宫当中。大王给民女的第三种选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会有第三种选择？如果是第一种，不值得大王亲自接见民女；如果是第二种，大王还有大事要做，不会再赴丧妻纳民女，自损名望。所以民女很想知道，大王给民女的第三种选择是什么。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了，跟姑一起回后宫吧。民女不是一个安分的人，大王志在天下，一定不想要一个不安分的后宫吧。来，看看姑的江山，真是让人肝脑涂地的山河。大王，让民女为你的山河做什么呢？现在说出来，未免太煞风景了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如你猜吧。猜中了，姑有赏。妾一介女流，虽不幸读了点书，但也不能上阵搏杀，入朝为官。大王看中民女的容貌，一定想让民女以容貌亲近什么人吧？什么人对大王如此重要？为国大业带薪，治国贵在用人。这个人一定很有才能，大王很重视他，否则派校士府足矣，用不着民女。大王家封的新贵，陈群令君、司马忠诚，是哪一个？民女便猜不着了。陈群不解风情。司马忠诚，司马懿，他让大王不放心了吗？先王还在的时候，天下于姑而言，就是姑的官邸到王宫的距离。那时我与司马懿是生死相搏的朋友，他永远躲在姑的背后，但也形影不离。可是现如今，姑与司马懿之间隔了这辽阔的疆土，可是姑还要用他来治国。但司马懿似乎从来都不犯错，也没有什么私心。明白了，一个看起来毫无私心的人，或许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。明明有个不情之请。既然是不情，就不必说。是大王让明女做选择，明女希望借用大王的几位校士替民女查清楚几件事。另外，民女想要亲眼看一看这位司马忠诚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否值得大王如此相待。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纵横的阡陌，即是天下的棋局。这棋子总会明白，握着它的是谁的手。
别再说了。再说，姑就真的舍不得让你走了。